大家好，线球这样养护呢，一次开出八朵花，而且呢能反复的开花。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光照，线球是非常喜光的植物，光照足了有利于它花芽分化。第二个，养分，要想线球开花多，开出品质高的花朵，磷钾肥一定要充足。每次浇水呢，我都是用真根藏花型营养液。线球是比较耐干旱的，基本上可以说得上一个月给它浇一次。浇的时候呢，添加一勺兑1000毫升的水，直接灌根就行了。这样的话，你家的线球就能反复的开花，一次开满盆。我这盆毫不夸张的说，今年已经是第三次开花了。要想植物反复的开花，一定要给它补充养分，每次开花都会消耗非常多的养分，磷钾肥是最关键的。好了，再见。